山芹炒虾仁的做法。山芹膳食纤维很丰富，多吃对身体有益。虾仁富含蛋白质，来个山芹炒虾仁呗。山芹适量，虾仁一包，花生油适量，豆瓣酱适量，味极鲜适量，盐适量，香油适量，鸡精适量。一、山芹摘掉叶子，洗净切断备用。二、虾仁化冻后，用料酒、少量盐、一点淀粉抓匀腌制备用。三、炒锅内倒入适量的油。四、油热后，加入虾仁翻炒。待虾仁变红后，放入山芹。五、我用的是我们山西带来的香菇酱豆，大家可以用其他的豆瓣酱代替。六、放入山芹后，加入辣椒豆瓣酱、味极鲜、鸡精、盐进行翻炒。七、待山芹熟后，滴几滴香油就可以料。八、盛盘开吃，真的很好吃哦。